情形啊，这台车那也是。公主，哇，公馆长，这台车有够水的啦，那天你家。足水的，足水的。哎、欸，看我这是一个光头子上那西贸做来呀、啊。对，他赠送的。啊、为什么？因为他在于110年，他来点了我们所有的灯。好、哦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财神灯。他求到，如果让他的事业一帆风顺，他愿意帮我们圣母捐赠一台这么漂亮的车给下一位跟他一样幸运儿。所以说他在我们这边点灯哈、哦，他非常的感应，所以说他发心，想说有福同享。然后他就捐赠了这一部非常漂亮的车，哇！因为他心想事成，所以他捐了送给我们龙德公司马武这么漂亮的车，而且明年是虎年哦，是。然后这是老虎的颜色，是。哇，真的太棒了！你看我们的那个司马祖多慈悲，取之于社会，用之于社会，要把车子捐给我们的龙德人。哎，不是龙德人哦，是全国所有的哈。哦观众朋友，只要来点了五盏灯，就可以有一张抽奖券，然后就投在四妈祖的一个座前，然后让四妈祖哈、哦、来做主啊、哦。我们在于家位十五哦，然后我们哈、哦、就会来把这个奖抽出来。我希望幸运儿是你哦，就是你哦。来，哎，龚站长，跟你报告。我们选的这个号码实在超级好的，5188，我一定88哦，你好棒哦，智慧郎，太好了啦，太好了，我爱你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是，所以说，得到这一部车的看登记，一定事业发，生意兴旺，财源广进，求财得财。求利得利。那如果是我们以家庭来讲，没有做生意上班族，一定会让你坐上这部车，大家身体健康，平安吃饱哩。你看多好嘞！就好哎，就好哎。哦，还没有点灯的，记得赶快把握这个那么好的机会哦。是。报告公主。是。那这部车子的性能，还有就是说其他的一些资讯，我们是不是要邀请我们的？裕隆汽车的余所长，大家欢迎，欢迎欢迎，来介绍一下你们的车。这一台是全新上市 All New Sentra， 那是司马祖指定的颜色跟车型，是，那一定会让各位信众抽中的时候一定是整年一路发，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谢谢。它的功能有比较先进的是什么呢？它有盲区侦测，进口车有的配备它全部都有，跟车系统、自动刹停、360度环境，全车都有。对对对，最主要是它是平均油耗达到17，哦，一级油耗非常省油。对，好了不起。那再请问一下所长，如果是我们龙德公的好朋友，我们去那边的话，有什么大礼要送给我们？只要来我们你上平镇营业所找余所长，你只要来看车就有送精美保温杯。哇，这么好！大家有知道吗？我们所长有下了一个承诺哦，只要我们的好朋友们去他那边赏车找余所长，他就会送我们一个来店里叫保温杯，非常棒的哦，很有质感的哦。所以大家要不要来点灯？要不要去找余所长？一定要的，一定要的，记得哦，记得哦。今年我们过年的时候一定来一趟龙德宫，司马祖一定会保佑大家在于虎年行大运，运势一定会大不同，祝福大家好运年年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祝福大家。各位龙德宫的朋友们，今天为你们介绍的是我们尼桑的 All New Sentra。 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到我们的座椅，坐起来的话呢，我们家的座椅是非常的舒服，我们用的是 3D 超体感的舒压座椅。那坐起来的话呢，长途驾驶啊，其实可以有效的减轻我们的疲劳感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看到我们的方向盘
是做一个 D shape 的方向盘，这边呢它是做平底的，可以增加我们的膝部空间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七寸的仪表板，里面呢其实这边里面有非常多的行车资讯，很像我们行车的小帮手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最重要的独立胎压显示也都在里面可以看到哦。那还有的话，我们这一台车子它的安全配备非常的多，您可以看到这边我们还有跟车及定速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内装质感，这边是我们一个标配的九寸的萤幕，里面的话呢可以显示我们的360度环境，左右两边的后视镜还有前后都有镜头，四方位在停车的时候非常的方便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本车标配了 Apple CarPlay，除了可以有线的之外呢，还可以用无线连接的方式来连接 Apple CarPlay。 那再往下看的话呢，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是三环式的出风口，其实非常的有跑格感。那我们这边搭配的是双区恒温的空调，再来看到我们这边还有用 Push Start，其实是非常类似跑车的风格。那像我们台湾人啊，非常喜欢用牛奶盒，我们这边啊，除了牛奶盒，冰霸杯都放得下哦，两侧也都是一样的，都可以放得下，所以不用担心饮料没有地方可以放。中央扶手的部分呢，我们有增加到20公分。除此之外呢，里面呢、我们还有 Type C， 还有多一个 USB 的插孔哦。我们这一台 All New Sentra 呢，其实它非常的省油，它是 1.6 自然进气的车款，它的动力呢来到138匹，媲美 1800cc 的车款。除此之外呢，它的油耗来到 17.7， 我们号称可以一桶油就可以环岛哦。那接下来的话，带大家到后车厢的部分看一下收纳的空间。那可以看到我们这一台车款的后车厢呢，这一台车啊，它的容量来到560公升，是同级里面最大的。那它除了可以放得下三个的行李箱之外呢，高尔夫球具放下去也不是问题哦。那我们还有可以搭配我们的后座，是可以做六式倾倒的。六式倾倒的话呢，就可以让我们后面的空间可以更加灵活的做运用。所以其实这一台车款呢，除了安全舒适之外呢，也非常的实用。那刚刚有提到的六式倾倒呢，在这边呢有一个小拉杆，这边其实呢非常的好做运用，我们这样直接拉起来倒放下来呢，它的空间灵活就非常的大。那我们的 All New Sentra 是我们中型的房车，这次呢 All New Sentra 大改款之后呢，您可以看到的是它的车身有明显的降低，整体车身的线条呢也是非常的有流线型。这个呢除了外观好看之外呢，它的风阻系数也来到我们的 0.26CD， 相当于我们 GTR 的协同。再来的话呢，您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前面的水箱护罩，一样是有我们家族的特征尼桑的 2.0 V-Motion 的部分，连接到的是我们双边的矩阵型的 LED 头灯，照射的亮度非常的宽广之外呢，还有我们的雾灯也是用 LED 的哦，使用上呢其实耐用性会更长久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整车标配的是17寸的铝圈，所以开起来的话稳定性会更足够。各位好朋友，有喜欢我们的 All New Sentra 吗？只要到我们的桃园龙德宫参加点灯的活动，就有机会在新年可以把我们的 All New Sentra 开回家哦。那如果想要来我们这边赏车的朋友们，我们是凭证展示间，在六六桥底下，地点是桃园市凭证区延平路3段588号。那来电的话，赏车呢，我们有准备精美的小礼物，这个咖啡保温壶，那数量有限，送完为止。那如果来电赏车的话，也欢迎指名找我，我是凭证所的佳谦，谢谢大家。